分享关于咱人当人的方式，咱人要了解这来了解这华语欢迎乱啊，这是一个讲座会的方式啊，所以才重要啊。啊，今日要同你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的心啊，咱人从甲骨文啊、甲骨文内面啊来清脆咱当人的信仰。OK， 我记得之前啊，是有听对我的分享啊。咱讲到一个天的字了，无天的字啊，天的甲骨文来安怎讲？咱原来咱古早的人，古过去人啊，是拜天的啊。到底这汉朝一人名了郑玄呢，伊来讲，上帝者天是以百里名，上帝者天之别名也，神无二主，神无哪里主。意思说呢，上帝有一个，这神是上帝，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天，参这世界上无哪里主是一个尔，就是这个是这神。这款的写法的讲法，不是我发明出来的，乃是历史内面啊，上加有名的，我唔知你捌听过啦，郑玄啊，冯友兰啊，吴康啊，这个了，无把主是无神论的这个作家写出来，这是基督徒的偏见来。到今日读起中国、香港、台湾，真侪的学问的人证明讲，咱中国古早用的天、上帝甲地，拢是来描述一个真正管。无上的创造主，啊！你是唯一的真神上帝。圣经每一页一刀，每用着天来代表上帝。今日咱要来看神这个字 ，OK？ 那比如讲，你记住咧，浪子回头，啊你飞雷囝离开了伊老爸，然后又嫁去生个了以后，伊到去嫁路，到去度人度了，伊只度的物件，用说话咧当讲。啊！你说我要到去甲拄病的刀架咧，拄只物件，我要对退我的，退退我的老爸，可能我老爸会接受我，我无陪做伊囝了，我做伊规世人做伊阿婶，做伊的仆人，拢不要紧。头一句，伊拄到天，拄到伊老爸，伊讲人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老爸。天，天天讲着。是一个人人拜的神，今日咱要来看神这个字啊。个，到底中国古早的观念啊，无你要画一个图来看，你来明白。我下中午会较好，行、yeah, ，是不完整。OK， 我得拖出来，我到所在，因为我无意思。我今日有山寨事啊，介绍我。Thank you。OK， 我小可画只图来看，这代表耶稣基督。OK， 这是公元康年耶稣出世的物件。咱来到今日，这是自康一几年。对，诶，咱中国历史有4500年中国的历史，给我画起啊。到即阵为止，是公元5000，是啊，五千年，都加起5000年，就4500年的中国历史。OK， 咱中国第一早有历史，有写了有一个人叫做皇帝。Okay， 皇帝，这皇帝 ，Emperor，Yellow Emperor， 甚至啊，这历史写了讲，这皇帝夺取泰山的位，做了一个祭坛来拜上帝。我正去到我这边呢，啊，也有一千。1656年，这边是咩？这边个古代是亚当、亚当甲夏娃的年代。
字啊，字无写真啊水啊，都阿家家明白好啦。当阿当甲写我离开5500年，就起个唔顶起，阿个1656年是阿当甲写我的时阵。佛教是公元前5世纪，5BC。啊，公元前佛教传入来中国的，佛教不是咱中国人本正有的，是印度传入来的。诶，啊，到6世纪的东西呢，我们呢有道教、道教、跟儒家思想，啊，你看你就明白了。咱人讲。咱人的祖公，咱人的祖先是拜独一的上帝，所以啊，执着了。即咱的头一个祖公祖先名做皇帝、皇帝是拜独一的上帝。佛教是500年之前，耶稣未来之前，伊传入来。即道教是6世纪，公元600年前传道教加。儒家思想中国慢慢个发生独立个地，咱讲个比这个较早个呢，5500年前呢，就是咱人个祖公叫做皇帝独立所在，所以唔是来这边。真济人讲，哎呀，你当初去食红教，你不好咯，拜咱讲个祖公是拜佛个，咱祖公是道教个，咱个祖公是儒家思想个，那是你揣个对只金。是5500年前，啊，这不是我乱讲的，这是历史，这是 record 的。咱人的祖公头的祖公皇帝有 check 有 record， 写来皇帝是去了这泰山的所在，就是听你中国的东北部的所在，叫做泰山的位来敬拜上帝。啊，你道理可明白啊？你看啊，所以咱跟你讲的是。古镇，唔是700年前嘅古镇，600年前古镇，300年前古镇。咱讲是几万千年前嘅古镇。咱嘅古镇嘅人是拜一个上独一嘅上帝，这上帝叫天。OK， 今日俾我讲神，神嘅地方。到底咱嘅中国人嘅观念，古镇人嘅思想啊，天地啊。天地创造啊，伊有拢是有对了，一步一步来创造的。咱不是老狗变出来的，记得话讲老狗变出来，你好细啊，你走去无定间，恁拄个老狗，你讲阿爸、阿哥，我来找你啦。当然，咱不是老狗变出来，咱是拢是上帝创造。你创造咧有对了，一步一步行的。个像个易经来面生的，啊，这易经啊，中国的册。易经其实讲是中国人的圣经啊，啊，伊内面写咧，阮讲啊，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，有天地咧，有万物，有万物咧，有查甫，有查某，有查甫，查某咧，有翁某，有翁某咧，有白囝，白老白个囝啦。这是易经内面，易经内面《岁卦传》内面有讲到的，所以你看到啊，易经所讲的创造的。伊个细菌啊，就是伊个摆落来个，是甲咱圣经讲个拢是相款个，只不过圣经写搁较详细，搁较详细尔。咱搁看落去，当伊大明会典啊，内面有讲到中国个古早个皇帝拜天个祭文，个祭文内面有人讲，系讲咩 ？OK， 这是文言文个呀。你讲咪？于西洪荒之初兮，啊，混蒙五行未运兮，两月未明，其中挺立兮，有无容身？神王出狱兮，死判竹青，立天地，立天地人兮，群物深深。这东西。大明会典第几八十字，八十字篇啊，安讲啊，八十字篇里面安尼写，
所以讲，哎呀，牧师啊，讲你我不明白，现在讲你唔惊哦，咱人读伊白文啊，咱会安怎讲啊？白文讲咩啊？古早初创作的点声，四周围拢是较有空，无混沌的，无五行的运作，本无日头月亮会出现，宇宙大于质量，悄然无声。神往上帝出令，佮搬出黑暗佮光明，创造了天地人，和万物生生不息不休。所以咱看到，即个伊讲的形容，咱佮看圣经安怎讲啊？咱佮对所以第五条啊，看圣经讲咩？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伊讲咧款，讲咩？起初。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较有空混沌的，颜面我是要讲啊，伊是颜面黑暗。上帝的圣灵运行落去水面上，上帝讲爱有光有光，上帝看光是好的，佮将黑暗分开啊。上帝称光叫做早时，称暗叫做明时，有暗暝，有早起，即是头一天。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做人，按照伊的形象做大波，做杂波。哎，因为你看到都吃惊，咱的圣经啊，甲古早咱中国的古册留来写物件是相款的，无走错的。啊，这是真一字，唔是只下乱都好。都好，想念嘢系，咱个就来看。咱头先咱来看，咱讲神，一切讲到神嘅物件咧，咱嘅同咱嘅字是都写到这个字，神嘅边，啊，咱个嘅这个又叫神了，对啊，佢哋有关掉这个叫做神嘅边，咱来看。即是啊，启示的是什么意思？启示的是圣经啊，即个意思叫做明了，了是显示啊，显示宣布电视的意思。这个像啊圣经所讲的那款，那是神无宣经将家己显明出来，即世界上无一个人会。八会知影去寻找这个神，无人会明白神，了解伊、明白伊。这思想，中国人的思想，这启示的是咱圣经讲的启示相关的。那是上帝无显家己出来，互人看到，无人会白伊。你讲，我今日用家己阿解，用家己想，我要想会出神的。咱两人啥物？咱两人想，我要找做一个神，是恶的神，伊个做起出来啊！后尾做一个神，一刀下手人诶！啊，人拜猎户诶，有土海，有海灵王啊！咱人即个阿咪诶，我咪咱想出来，这是人想出来。啊，你圣经讲讲诶，这神呢，按照咱人中国人诶思想，是一个启示来开始，那是上帝无启示 revelation。Revealing， 显明伊家己，显示伊家己。如果我今日无在了目标之内，读因上帝，是甲咱圣经所讲的相款，咱要接落来看。咱读伊甲古文内面啊，啊，我是安尼写的。古早一开始，神每一道样起来滴，都读，哎呦，反正无头尾。哈喽啊，我想上帝出现了。你有一张好不好？这没什么音。我用这声。每一道都给古啊，这象形文字啊，这甲骨文啊，甲骨文啊，每一道讲了上帝多少字。然后那时，个另外的写个是挪欧那些字，啊，无个是安尼款，这个代表神了。所以今天你做我讲物件哦，顶做人讲，任何有挪我的代表唔定，诶，一寡落来代表神，那我甲古文啊你讲啊，则上古早人啊，一话执布啊，
则，则是诶写法，唔是按文古章写的则。古章写法则咧，文笔是安尼画落来的。了，所以咧，天时是唔定诶，唔定诶，是阿咧地文笔嘢、地水嘢阿出嚟，都是唔定落来。伊来到咧世间上咧，是世间向世何人？善還比無欠愧，是聖潔無罪的，這是一百八的特質啊，一百八的這個character來，咱再接落去看。同時呢，這五丁來不是一個，是三個，看，你看，咱中國人祖先的地位啊，五丁來的是幾個？一禮、兩禮、三禮，哈利路亞！拍手掌你好不？代表咩？代表是咱的天伯是聖伯、聖經、聖靈，正奇妙的古早人對中國對神的崇拜，你先来看呢。聽出咪正是我妄編出來的，唔是我一百年啊！你妄編啊，妄編，冇達到標的，這是人家咱中國人寫的字落來，這個代表神啊！咱都来接来看啊。OK， 神是挪挖，有角度问题是挪挖，一挖就挖落来，代表天时的意思。那这天时啊，到底中国的字典《康熙字典》里面来写，是神是也？这题目你也唔知名字啊，名字啊？古文是神之切，意思是讲咧，任何的启示，这个你要讲到神的边，拢是上帝的代志，神事也。了，古文的事咧是拢是甲神有关系了，神之切是甲神有关系了的，明白啊？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中国的康熙之前讲的，咱个讲来看，中国人。杜家为咱的祖公，就是真正是甲用对上帝来敬拜献祭。了，伊是甲起一个坛来敬拜上帝。咱看到遐，古早就是唔顶甲物下底，拢是来信奉上帝、敬畏上帝、尊重上帝之意。这甲咱圣经所讲的每一个古早的人相反。咱来看片段啊！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，挪亚为耶和华做了一个坛，也得达行清气的禽兽面来当，来肥鸟献乎上帝，下头这段你念笑我了，用我们讲啊，的环节 ，OK。第十创世纪十二章第七十两讲，亚伯兰大刀为伊献献的烧话，起了一个坛。阿门。入创世纪十五十八章十五十二讲，以撒大刀起了一个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创世纪十五章第十二讲哩，上帝对雅各讲，你大刀起一个坛给上帝。你甲咱两人成一个起端，献祭予上帝，相款的 concept 诶，相款的概念诶，阿咩？咱搁接落去看，咱搁来看这神的字，哇，神的字，神的字，到底甲古文呐，有比哪里写法？我写法七点啊，无人无所在，无所在，有气咯。你都分咗啊！即系我班上四地啦，嗬，我全部都过地啊，过地个钱一过多，加上埋正摸一未点等，你上四地啊，又见啦，OK， 你看，咱嘅钱嘅字有四种嘅写法，甲骨文有三种嘅写法，一个是一个头种字字理，第二种字字理，第三种字字理。第四种是经文来 ，OK， 神是真正趣味的。咱刚刚解释了，所谓启示，拢是代表神的哦。
代表这一段，你看这新的字墙，这一段那飞格格，啊，唔顶吃烟，唔惊吃烟，唔顶笑。这段那新的手，改到一句一个人的身躯底，就变了新这个字啊！来，我话你听都明白啊。新出现了 ，OK。那我讲你啊。作为古早的古早的人写这甲骨文加文言文的手哪种？人的手样的话，这个人的手，上帝的手样大呢款的。你无通前都见叫到去，你个仔啊，直接到有人这人的手甲神的手样分的，人的手甲神的手无相。你看，这是。上帝創造一個人，按怎做呢？他用手來做，好這點。所以我話兼做什麼呢？沒關係，上帝手兼吃你。Hello， 意思是說，上帝，你知道嗎？上帝來了，做一個人，他按怎做呢？他用手來做一個人，用手來做。来，咱来看落去啊！看落去，你明白讲明啥？咱上来看，这是代表神，代表上帝的手，也代表一个人，就变成神的字样。咱国上来看，中文的甲希伯来文对神的看法是相反的。人是由上帝的手创造出来，圣经讲呢？要把上帝用荷卡的塔的咪，不是塔摩啦，是阿哩叫咪，是阿汤汤麦哥，是汤麦哥啊，是阿人人潮啊，是用荷卡的土来做人，用灰搬到去到伊的伊咪，皮坑的位，我讲晓得吗？伊个是叫古文的荷兰人名做阿东。这不是我们讲的，你看了，咱中国的神灵字是上帝的手创造了，是土的。你讲无影啊，木修，那是咱人是用土做的话，强追未鸟。啊，都唔捌看到阮八刀是刷有刷裂刷裂，你讲了无逻辑啊，无啱啊。但你都知影无？那是都讲一问doctor。我的身躯顶甲了的物件，甲裤脚上的，是100%上。意思是讲，裤脚有啥物矿物质，有啥物 mineral， 你身躯顶无减一个。你老你唔，你身躯有铁哦，有 iron 哦，有铁哦，呜，裤脚有铁哦，呜，哎，安怎有铁？我问到我身躯嘛生生，喏，其实是有诶，但是你唔知影了。Now， 这是假讲的啊，无关联这个啊。咱人当然爱食肉，食猪肉，是吧？我们食出来食肉，哇，食肉真爽。肉愈食愈济，愈个酸性，你身躯个真啊硬生生。按照你，你身躯有按这个acidic 酸性个物件，就是啊哩，你身躯开始生生，你都食肉过了济。虽然说人当然是个食菜。用食材心清啊，食材个好啊，健康嘅长寿啊，长生不老。啊，平时讲长生不老嘅高手嘛，啊，肯定唔准备讲长生不老高手。OK， 所以看到物件咧，看到咱中国人对神嘅看法是甲圣经讲嘅神啊是相反嘅，啊，唔是阿哩魔神嘅神，是一个上帝用手做嘅神，咱就明白。像中国人的起头的开始，中国人是搁住来的，咱唔捌未了。咱两人先做来的，咱来看。上帝当初做一个大波名叫邓，我未使用福建话，他福建话他就离开伊意思啦。名叫邓，又搁另外一个名叫安邓，名是叫阿刚。也以前有顶的一个滚乐谷，这查某名做我，下我啦，个名做女我。那边度我甲你讲了，我边甲你讲，咱做咱中国人以阿哩盘古加女我，
盘古做咩？盘古造天，对不？你读历史啊？女娲造人，对不？我唔知边个福建话来讲啊。盘古是人的名，我唔知用福建话，福建话离开伊意思了。盘古，我讲了，盘古啥物？拍老歌啊！盘古是盘古做天，然后这查某有一查某叫做女娲，伊做人，行来看。好，你感觉真古皮啊？安登，安登同伊阿拉伯人叫做阿丹 ，OK？ 印度人传叫做阿兰，去中国开封一个所在叫做以次勒叶，也就是以色列碑文呐、啊，碑叶这哪个之间就是以次勒叶碑文里面一下里面。这人这达波安登就是阿丹，称之盘古，意思就是始祖。啊，伊说这安登这人呢，名叫阿丹，名叫盘古。啊，盘古伊意思就是做工艺术，开始艺术。现今因为这个文化来翻译叫做 Adam， 法文叫做 Eden， 中文翻译叫做阿东。伊本来的原因叫做 Adam， 我甲我国最近的个是叫安顿，那我先过来解释啦。这墓碑，这墓碑是安怎来？到去唐朝的时阵，人这犹太人啊已经入中国了。入到中国时阵呢，因为了个皇帝阿斯道阿当时的唐朝皇帝个河一个地。讲起开封为何伊一个地，何因大病变大？犹太人我病呢，佮开始了一个教，叫做以斯勒叶教。以斯勒叶都对于英文叫 Israel， 以斯勒叶 Israel， 以色列人。佮今讲起唐朝个音，唐朝个乡下以色列人已经进入香港了。因大个所在，因写个碑文，来纪念因祖公，纪念因写个阿丹。就是猶太人講的阿丹，就是中國人講的盤古，意思就是祖公、祖先的意思，翻譯出來叫做安頓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我無論講啊，啊，這是歷史哎，咱閣接落去看。女娲，阿拉伯人叫做夏娃，以色列人。稱伊叫做女娲，伊講阿胡羅漢啊，即背本定叫阿胡羅漢，就是阿伯拉罕。好了，即背本啊，佮咱講嘅阿胡羅漢就是阿伯拉罕，是伊嘅子孫。女娲現今英文翻譯叫做 Eve， 法文叫做 Eva， 中文叫做夏娃。夏是希伯來文，原來音叫做夏娃。那你看，那这个是女娲，在中国的所在，伊用起的起一个，安怎讲？一个像，一个肖像给伊，是一个查某身 ，OK？ 然后你说喂，查某身上半身是查某身，下半身是蛇的身，咱们介绍下面是蛇的身啊，啊，老少意思的，咱们再过来看。到底希伯来？不来文本里面，安顿是土甲人艺术，女娲是生命甲查某艺术，一样大部查某们是由上帝一手造化的，是全人的祖先来，是中国古早古册的记载里面，王帝是少典的后代，少典是安顿甲女娲的后代。安登甲女娲是上帝创造的，能够怎么看啊？所以真欢喜的，这安登就是这中国人讲的安登呢，就是 Adam， 咱圣经所讲的阿丹。女娲呢，就是圣经所讲的夏娃。少典，你话少典阿摩就讲安怎读 ？Sam， 对，读 Sam。是不是咱两人讲的神主，就是挪亚的大囝神 ？Hello，
在出名啊，都研究了，就知影讲，原来咱唐人啊，甲圣经所讲的，甲了历史是都好活活的，咱都怎么看？所以，咱都看一个啊，这是上帝手，这代表一个人，了是做一个大波的人，了加到伊这身子啊。因为是一个神样，一个身子嘛，对。这身子是代表上帝甲伊讲话，上帝加到伊，上帝甲伊做安怎做人，安怎来管理全地，安怎就来看哈。上帝按了家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按了伊的形象做大伯、做查甫。上帝个书学学人个对人讲：爱生要种植。偏满啊地面来管理这国家，每个管理海中的鱼、空中的鸟，甲地上每一项的叮当的活的物件。圣经讲，咱个再来看。圣经讲，上帝命令安顿，就是 Adam 来管理地上的万物，佮予野伊的乐物来做杂这女娃。对这个。正是咧，中国人有知影，但是无明白这意思。等我来讲啊，你看，那是正中间有罗根伊个比喻，伊证明我讲的对了。咱人每一人有排骨对无？啊，排骨啊，肋骨啊，这物叫肋骨。那是真奇怪啊！你问 doctor， 大波几层的肋骨？几层？三十六层，查某几层？三十七层哦，变做一仔，伊读倒来，我甲伊讲过嘛。无啦。是啊，只甲我讲过啊，安尼是别人甲我讲的，无听我讲。真奇怪，安怎查某有三十七支？查甫三十六支？即暗暗圣经所说，哎呀，这是神话来了，冇可能上帝造成屋顶家的滚出来。不对，医学未，这医学未解释，查甫有三十七支的肋骨，查甫有三十六支，按照查甫几支，因为查甫个一支是查甫给伊的 ，OK， 哈，你无相信不要紧，这是医学来，啊，这是医学来，我无乱讲，你听你读得看，查甫几支。就是安尼啦 ，OK， 即款解释的医学啦 ，OK， 咱个讲到对咱个故事嘛，即中国人有捌讲过，我听有听啊，到底屈原啊，你再讲十八层啊，我当只啊，当只的时阵，我当只时阵咧，即屈原捌写安尼款的话，伊讲：邓立为帝，蜀道上之，女娲有体。熟知降之啊！我甲你讲，福建话翻译都未必讲明啊。咱来看，这样都是写出来，我们讲的这是等于词啊，除此天问片语讲的。还讲咩？你白文讲啥？是暗人安排安顿的统领的世界大地。大地等于大地啊，死地啊，就是这地球就对啦啊。女娲的神骨是安怎做出来？圣经甲人讲得清楚啊。圣经讲明，所以圣经讲明，刚刚人讲明，上帝创造了人，上帝甲人讲，你必须管理这地，从空中的鸟，海底的鱼，管理这万物噶了。有哦，但我咱看经文，意思是讲啊，是上帝安排安顿去控制大地。这查某女娲的身躯是安怎做出来？伊唔知，这屈原唔知，怕生伊死啊，无死我甲伊讲来听，伊个明白啊。伊死了为用这暗暗做派安顿来的统领这个万物大地。而且女娲的身躯是安怎做出来的？好了，你读历史都记下你怎话？原来啊，
咱中国人古早的人的思想对神是咱圣经所讲的一一模一样的，是相相同款的。咱搁再来看，当时我当时谷歌找女娲的人，女娲的意思什么？女拼音叫女娲，女娲人的身躯，不是，人的头，蛇的身躯。起初用泥土啊，即用个用土来做人，创造人社会，并且建立了婚姻的制度。祖先的道安顿到女娲是家己的祖宗，养生了少年，少年生了炎帝，炎帝到皇帝啦，便将家的天地变过，人世乾坤拢归乎人身躯的。阿弥陀，女娲是人头蛇身，是阿妈来欺骗，圣经讲阿妈来欺骗邪娃，蛇。所以咱的中国人啊，咱会对这女娲的形象啊，是人头蛇身的咯。意思是查甫着骗的，是这邪娃着骗了，和蛇骗了，让祖公留来你纪念的代志。一个娃女娲，啥个女娲？那拜托我呀，女娲的啥？女娲，娲的边的娲是哪边啊？破字边，拢是查甫创出来的娲，拢是查甫做了沙拉，所以有女娲。哎，我唔是讲编咧，同你讲，因为即有一是安尼写的，所以咪也巴肚电话，咪也电话电话。女娲是女娲，一直讲女创出来的娲，所以有左心。咱中国人话，即查甫，即查甫变做女娲，就是咱圣经讲的邪娲，是人头蛇身。你明白不？那个再来看。OK， 神另外一个叫邪娲，咱们看几耐邪娲了？是一个神的边，了同款是神的边啦。了，这个是代表做神啦。OK， 代表神包围啊，两个人很。向这两个的世界人献献，一切活两个像我，是两个像我一头的人，一头的人代表你，代表是两个荣耀无罪人。上帝活的是负责的这甲骨文活的是的意思，意思讲上帝创造这两人，原本是真正充满太阳的，是两个荣耀无罪人的。哇！你廿只奇教全部基本上可以啊，人未反对你讲的物件，我讲的对，唔有理由。我你讲的中国历史无反对人作讲，人讲唔，你讲的对有理由。OK， 这个是神的写法，那个就不同。OK， 神个神之类，咱们能讲事的嘛，咱无讲神嘛。你看了神的部署，你讲行属于这中国的康熙之年的嘛？天神引出万物者也，从事生。意思说呢，这神什么意思呢？神是创造万物的那个神啊，叫做神。这个康熙之前能讲，咱们再来看啊。OK， 神什么意思呢？归哪里？到底康熙之前的意思里面归哪里？这代表讲啊，真正奇怪了。叫做不可思议，真正特别像其他的奇怪，然后有神秘啦、神奇啦、神异啦、神话、神机妙算，能代表神。哇，你真的很神呐、啊！你靠神哦，你人讲你靠神，你讲你真正准，你真正真正讲啊，真正准的意思对啦啊！不平凡，不平凡。别真正观点啊，高超观点，啊，这观点呢，都真正神勇、神医、神通、神圣、神术，意思中就代表神的意思。OK， 那兵代表对心能够想，对心思、对心力、加对注意力、注意力。如真正老神，哇，我真正好，我精神真正不好，我精神真正差，叫做老神。然后灵神就是我未来。来培养我的精神，来搞我的精神，叫做灵神。那
你看到查某哇，神魂颠倒啊！你神走以后，你魂们走以后，叫神魂颠倒。哦，那个名言代表你的表情，哇，你神色，哇，你面色光正好，哇，你今日该神采飞扬了，我做哇，你精神该好嘞，人安怎精无想起神采飞扬？哇，你神志神志啊，这个讲到表情的艺术。了心代表咩？心代表精神，为精神尽量好精，那么神清气爽 ，OK。然后代表神奇啊 ，magic， 灵验啊，都讲我真准啊 ，divine。我们代表都真聪明啊 ，clever smart 啊，这样的意思。咱们这个就来看啊，就来看。等人讲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你神不守舍，就你心呐、啊？对心离开你辛苦啊！啊，你无心无心的话，啊，做都无心无心的，跟你那个无心无心的话，代表咩？代表人的精神分散了，心啊，无安定啊，就是对心无安定代表的。那人讲个名言，人讲你哇，你该好了，你该神通广大了，你该神通广大了，安怎意思？意思讲你尽量。搞，真正按件去做，本领真好啊！意思，哎，咱个就来看，了人讲个哇，你卖怎，你蛮神气啊！讲蛮怎，啊怎，人怎啊？佮要放个心倒来，阿平呢？哈，意思讲，你诶，你无心呢，你人唔犯怎？有心就使怎？啊，感谢主，你上帝家己，你使怎？哈利路亚，阿咩？我讲个怎，唔是你讲教导个怎？啊！你上帝的形象都唔定哈 ，OK， 了啊，乜是代表讲啊，人会怎啦，得意啦，乜是伊啊，都尽量得意啊，得意人讲嘅吼，就都家己明白好啦。OK， 不代表都神机妙算，有意思讲都将白白的知识啊，啲未来看到会物件会安全够安全件 ，OK， 我就来看。OK， 除了这个，咱嘅中国啊。咱的长山啊，古早拢叫咩？神州，大家讲神州。神州啊，像神州的意思咧，神州中国，神州中国，代表咩是？原来啊，中国是古早上帝点大所在，是上帝故乡来哦。咱来看啊，头一个，早嗰啲两千三百年前啊，今日啊，山东的所在叫做博孜。我袂使用福建路，伊离开伊做国之古早有一个齐国，出了一个人名做周延呐，对，啊，周延这人呢，真正搞的，伊算伊知影天地混沌拗袂开的时阵呢，是安怎款的？伊讲啊，中国叫做神州，都记这夏朝的大禹的点声呢，搬到高丽州，高州弄名做青州、益州。延州、徐州、扬州、靖州、豫州、凉州或者雍州，这个就是神州的范围啊！这是我广东的，啊，这是古早的历史讲来。然后啊，甲一千年前呢，中国的北宋的点声呢，有出现一个真了不起的人，这人名叫邵雍。邵雍呢，知影古今往来的历史。伊会算出129,600年这个代志，我无相信，我一点都无怀疑伊讲这句话，因为俺们说人中国人常说读，要先读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就会算出《易经》这样的864卦里面，伊就去算出人的这人《易经》都是真啊无人明白对。啊，我们无点啥子读，无去研究，我无点啥子研究的。啊，伊讲伊算出129,600年前嘅代志，写一本册叫做《王绩经世》。伊家人讲，中国出现了一个朝代，上天暗早就安排了，天门一开，天顶会诸神带领一批嘅神路来建立家己嘅朝代。所以中国的皇帝叫做天子，啊，中国诶，这叫
气象都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安稳神主，然后怎么看？中国人干了用神字边来代表，然后神这四字边呢，拢代表了艺术的，咱来看，头天字叫做善，福建话名叫做咩？善咯，济善的善，善善艺术呢，都基于艺术，都基于中国的圣，这叫做康熙之前是讲，治疗一个人，一个人单独亲垂神，都听听这个个人灵修啊，你看，咱。甲上帝亲吹上帝，读圣经基督叫做善。OK， 那古早的中国，头一皇帝，第二皇帝，第三个皇帝，第四皇帝，第五皇帝，唔是请位的，因位的皇位的论是传给伊子孙的。OK， 头一个皇帝，皇帝，皇帝啊，有尧帝，尧帝啊，有舜帝，舜帝啊，搞到禹帝，大禹。这四个皇帝啊，历史上唔是传的，哦，我惊，这是我的江山，哇，这是我的王宫，这是我的了产业，我死了，还是我卖做皇帝了，我鸟我惊做，唔是安尼款的。到底这干嘛讲的啊？皇帝、尧帝、舜帝、禹帝的点啥呢？是敬，因基督了敬，基督甲上帝要敬。上帝让我见到对的人、好的人、有显明的人、显明啊、显明的主、显明的皇帝来做这个位，这个鸟这位给伊，无一定是鸟伊惊的。到刚离开到有这个叫做商朝过了，来到夏朝时阵呢，人就开始派了就开始皇位用抢了。人见嘛，做王老威风嘛，做王他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，王帝咯爽着，所以家咪抢着位来做。所以王威风一见，如果他咱无辜去读这明朝的历史，明朝的历史个老师真的，伊会惊，伊兄弟个老师请王威啊，抬起，十个囝抬啊，抬到剩一个人，来抢着位置。皇位是用抢的，特别古早一点声叫做禅让，就是鸟位，鸟祈祷了，祈求上帝旨意，鸟这位予人。古早咱当人真正会受鸟的，特别唔知第时变了，咱人当人是一个够受正的人，唔受鸟的人。OK， 啊，这是正大分别啦。个第二个字叫做士，士什么意思呢？士是人归到伊这一段的头前，叫做祭祀。你看，祭祀呢啥呢？头一个诶有啊诶甲骨文啥呢？我了解，第一是代表神。你看到这人啥个这人归了了嘛？这话我讲咯，一个神呀归了神头前祈祷，叫做士。祭什么？用手将胜利献到去这段位，起了献祭的意思。你看，神就反正看，这人这是人的手，阿妈甲上帝手无同哦。人的手到去这段位，也拿手，刚放拿手也遮蔽下头去，唔得拿起手。啊，这是手甲阿妈上帝手就无同了，叫人的手。啊，你都看得出，这什么？这是人人谈月字边的，唔谈月字边，是肉字边呐。啊，肉字边，人也手也白也胜利，睇落去这段话叫做正。哎，啊，咱看住，住个意思为住了，住什么？有一个神字边、四字边，了是一个胸大边的。对哦，古早咱中国人。你假如咱等个人嘛相反，那是冷笑，阿妈也当弯，大哥也当弯咯，对，士大也当弯咯，对，相反的，咱人阿咪叫做主的，就是要叫阿兄，士大人上大来做代表，代表你这一段来主祭，
来祈祷，给咱们再来看啊。OK， 咱来看学员，我讲到学咱暑假了，你看咱两人啊，尤其在成家时阵哦，你只只学就是打，规建筑，希望规建筑拢是学。好气啊，烦啊！你有啷子啷个办？你有啷个打，有啷个叫你爷爷学打都学兵，豆腐腐到了啊！讲以前讲伊用伊学起来都学兵，伊厝只有好气啊！学唔是按照款，学是按照款来看。古装人嘅学啊，样是叫样是按照样按照看啊。今次嘅学甲古装个人看嘅学啊，是有淡薄不相啊。古早人看學是上帝所賜的，個人對學的理解，唔是單單有類加物質呢。啥意思咧？學啥意思？學是有神，如代即話代表是如一家口，到去公司內面，啊是到去厝內面，有甲神有密切的關係，學。这个字典上面福者备也，学什么？所以学是叫做有出处、有预备、有准备，备也有出处的，备者百顺之名也。有出了，搁行一项代志叫做顺顺利利，百顺之名也。你行真正顺，这叫做学。你今日无顺咯，你无学，哎。所以无所不顺者，无所不顺者之谓备，就是出春不改顺。所以咱等人物这里一句话叫做咩？年年有余出春，这是完全是圣经甲人人所讲的 concept 来相关。好，有入好了，再惨了，入再惨了，入好了。何什麼呢？何在於這中國的聖經冊的叫做字典上面，是不敬神而自相，是你無尊重上帝了，會導致你無賺到福氣，無賺到保保富保護，你害的就是一個無好的名的，是神不服也，就是上帝無祝福的意思，就是福。欸咱看社会社社会社下祭坛前的土地为社，哎，我读后边，我读我读华语啊。这段的头前的所在叫做社，是祖先拜神的所在。个人的社会甲神是未分开的。今日咱的社会愈来愈凄惨了。咱是讲社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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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黑暗了，社会无神了。古早的社会，中国人看的社会是甲神有关的。社会，拢每一个人拢有对神、对了神的人，叫做社会来定人。社会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寸的土卡，每一寸的土地，拢是神所属的。阿门。那我就来看啊。哇，几多的词，我们描我们呐，啊。其实呢，只是甲上帝求福、甲求寿，啊，即寿啊，边度人有写有寿字？求叫咩？祈求的祈，什么意思？甲上帝求福，有福气了，佫求长岁寿，即叫祈。道教的道咧，祈祷的祷咧，都是教士求福也，佫是甲上帝祈祷求大事、求福气。咱来看祥，吉祥的祥，祥什么意思？祥是平安的意思啦，吉祥啊，平安啊。吉祥，在古早中国人已经看到了。那是说，爱有吉祥，我有平安，我有祥和嘞。如果要有神的羔羊，上帝的囝，上帝的鸟囝，你才有平安。神第一是代表咩？神。这代表咩？羊啊，神羊，神的羔羊，都要有神的鸟囝，都叫做神不变，你才有平安。哎，各位，这叫子啊，神子啊，福建话比较旧啊，你话家己乱猜好啊，神子啊，
神子啊，你以为子为大，子意思是叫第大的，子为敬，就是最尊敬的，拢是归乎上帝。这讲出的万民，这是对，这是上帝什么？是万民的 The God of the Earth。咱讲神子的时阵，就讲上帝创造可卡的神，每只可卡是上帝创造的，叫做神子。诶，问讲到这边，咱们再来看。所以结论，哇，拄好五点，啊，无遭罪，尊尊无遭罪，啊。中国人的心，中国人的心是按怎的观念？你家己怎卖？家己别做来介绍了。中国人的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心。是客是家己，那是伊无客是家己咧，无人会办到这心，是一个客是的心。中国人的心是中国古早时阵拜的心，是上中国人的心是上帝用五手来做人的心。上帝中国人的心是创造安顿安顿。个女娲的心，阿咩？阿个从你角度 ，OK？ 那我这边有答。